当你去朋友家聚餐，或者去亲戚家串门，一进门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换鞋。就生活条件来讲，现在的人条件都不错，除了吃喝以外，总会多买几套衣服、几双鞋子的。尤其对于女人来说，鞋柜里永远少一双鞋子，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，包包、衣服、鞋子，这些从来就不嫌多。但是这些东西一多了，就得找各种储物柜来存放。今天小编要分享的是，鞋子不一定要放在鞋柜里面，家里有很多地方可以用来收纳鞋子，衣柜里也可以收纳。尤其是过季的、长时间不用再穿的鞋子，大家都知道衣柜是来挂衣服的，其实衣柜也可以用来挂鞋子，只要摆放合理，也是可以放非常多的。二床底下收纳空间大，很多人家里的床底下都是落了尘埃，觉得没有可利用的。其实床底下收纳一些鞋子、旧衣服都可以的，很多时候都被大家忽略了。准备收纳完，床底下的空间完全可以利用起来。三，很多小居室的墙面低空间可以安装衣帽柜，有些人会忽略掉这样的一大片空间，用挂式门后斜塔，这些地方完全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。如果一定要坚持用鞋架子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以下这些哦：一、多功能篮珠鞋架，不要再弯住腰去穿鞋。家有老人和小宝的，让一款换鞋凳，解放你站住换鞋的种种不妥。人性化结构设计，黄金梅穴比例，一切都能磨恰到好处，看得见的质量更实在、实用、实惠，给你一个放心舒适的家居生活。二、回旋柜，360度可收纳，好看又时尚的回旋收纳柜子，里面一格一格的空间可以收纳鞋子。三、简易鞋架，厨子经过精细打磨后上漆的鞋架，轻便耐用，使用更长久，避免了磕磕绊绊的危害，无需螺丝安装，更加方便与安全。圆棍设计，文艺简约，风来袭。四、旅行鞋的收纳袋，这绝对是一款出差旅行的好伙伴。当我们出差旅行时，鞋子总是随意打包在行李箱内，不透气也不卫生，此时用旅行的鞋子收纳鞋带可以帮你解决，还能给鞋子最好的保护。简易不锈钢鞋架，防尘设计，有效隔离灰尘，保护鞋子洁净如新，透气性也是不错的。鞋子放里面能够很好的放置，也不占什么空间，多层设计让你家那摆乱放的鞋有个家。六、抽屉式鞋盒，透明抽屉收纳盒，坚固耐用，可以自由组合。现在都很流行用这款鞋盒放置东西，非常的实用，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。